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，我是9527，今天来开这个神奇自然植物系列手办，这也是之前买的，然后这一次做的还蛮好看的，因为我上一套好像有种到一只小蚓，然后这一套有一些里面是中空的，然后有植物有香蕉，然后它的小蚓藏是1:60，然后大蚓藏是1:120，那我们来开开看这一盒。这一盒应该是10只吧，开一开看，第一只，这个应该重量都差不多，镜头朝下，所以应该也摸不出隐藏版是什么。隐藏版是这2只，感觉好像这个隐藏版有点宽，所以摸起来比较宽的可能就是隐藏版。草莓。红，这好像都不是隐藏版。头盔，哦，这只很顶哦。嘻哈，街头。流光，香蕉跟那个草还没有出来，新花开，李谦那里新灰灰哦，叶子，哎，叶子是不是就是我要的那一只？好像不是，那这两个就一定是香蕉跟那个植物的那个，没错。哎呦喂，这叫应该就是那个植物。好，没有隐藏版，那我们现在把它全部拍起来给大家看。 OK， 好，回来咯。那这一套叫做应该是念 Lolo 加 Lola 吧，我猜的啦。好，我们从第一只来看，第一只是叶子，那这一次后面就是做这种QR code， 还有他们的一个 logo， 很普通。然后前面就是它的图案。那下面5只是有帽子的，上面5只，它那个是固定在上面的，这个是都可以拿起来的。这只是叶子，看起来就是，我以为是透明的，看这样子是透，结果不是。所以它就是有点那个不规则的纹路，白色跟绿色在上面，然后那个小嘴跟两个眼睛，然后它的帽子就是叶子扣上去，然后没有磁吸式，但是这种质感其实，它质感其实可以做得再好一点点，我觉得这质感就还好而已，不是很特别。下一只是香蕉，然后叫做哎呦喂，香蕉这只很可爱，这只是香蕉，透明的，里面摆了一堆香蕉。我当初也就是看到这只，我觉得很可爱。然后上面是一个香蕉皮，我觉得它哎呦喂就是应该踩到香蕉皮滑倒的意思。然后它的本体是有点透明，然后带有一点淡淡的黄色，这只是哎呦喂。再来下一只是士多杯梨酱 ，strawberry， 这个，然后它是做草莓，红色到透明渐层，然后因为它是仙人掌的植物，所以它都有一点带刺，草莓的地头，然后里面有几颗草莓吧，4、6、8颗，里面有8颗草莓，小草莓。Strawberry jam， 下一只是植物，这只我当初看我也觉得很漂亮，幸运草，这只，
这样看是白的，其实它这个有点渐层，下面是绿，上面是透明的，里面有的植物幸运草。哦，它这种有点软直的，其实我用力捏的话，它可以捏下去，但是我不想破坏它。再来就是下一只戴帽子的嘻哈 Lolo， 这只，它这只是做纯透明色，然后身上带有一些闪粉，然后有一个小帽子，蓝色的，就这样盖上去而已。这只就有点普通了。然后下一只是流光，那这只基本上就是白底的漆，有刷一点那个绿色跟粉红色的亮粉，然后就是有点闪闪发光，所以它叫流光。绿色、粉红色，这只是流光。再下一只是有戴帽子的新花开，这只头上是一朵莲花吧，好像。这是它的本体，黄、绿、红三个元素在身体这样子混合而成。这几只不知道会不会发亮，我到时候要再用手电筒照照看。这个是街头 Lolo， 这只蓝色、绿色、粉红，然后不规则的涂漆，然后里面也是带有一点闪粉的感觉。街头，所以有一顶帽子，街头 Lolo。再下一只是霓虹，霓虹灯，这只，它这只有点透明感，蓝色、红色、黄色、绿色、粉红、黄绿，就这样渐层下来。但如果再做透一点的话会更好，就是如果它可以透，然后又有颜色，可以看到内部会比较好。这个里面是空空的，没有东西，但是它就是颜色是霓虹渐层的，还不错了。这只，再来就最后一只了，头盔 Lolo， 这只是紫色色系的，然后下面是紫色渐层白色到头这边，头盔就是骑那个脚踏车戴了一个头盔，但是它就是绑在这边。他其实刚刚来的时候，他只有垫一张纸，我把那个纸拿下来，他是垫在里面的。这只是头盔 Lolo。OK， 好，那这个是神奇自然植物系列，然后他的隐藏版大影跟小影是这两只，大影、小影。那这一套如果要收的话，我觉得就是肚子里有东西的那三只收一收就好了，其他的我觉得还好。这只还 OK， 这只还不错看，霓虹那个渐层还蛮漂亮的，其他就做的还好。OK， 好，那本期的神奇自然植物系列手办就开箱到这边结束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拜拜。